问诸位，此处可是黄仙村？现在这里归我们管了，你别废话，来者格杀勿论。是黄仙村的村民吗？应该不是，看起来是村子遭遇了变故。板窑的味道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一只板窑小女王，哼，石兄弟，哪来回哪去，别坏了。怎么是只兔子虎啊？黑鬼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有什么问题尽管提。那好，我且问你，你等在此做何勾当？这小的也只不过是当差，都是那劳身子血魔。我本落难，想着去明州城投奔故友，谁知途经此处，不巧遇到了血魔，在此处夺那什么那血魔修行的是那诡异莫测的元神之法，见我还有几分能耐。于是下三小的也是身不由己呀。哼，赶紧滚出村子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至于那血魔，我自女侠英武，小的这边滚。哎呦，多谢姑娘出手相救啊。别谢太早，要不是轻信了外人，我们能落到这步田地吗？村外有法术迷障阻挡，无人指引，难以穿越。试问二位是如何来到此处的？法术迷障，我们来时路上并没有遇到。糟了，看来村长的法术也失效了。正如二位所见，村子现在遭了难。啊，我叫夏侯晴，这是舍妹夏侯雪，以家中长辈的吩咐来找莫老有事。信了外人，惹来大祸。莫老，你们说有事相求，该不会和那血魔是一丘之貉吧？我们此来是求莫老替我解毒，绝无恶意。我们愿前去搭救莫老，可否将详情告知一二？村子的秘密不可让外人知道，莫老都被抓走了，还说这种话。不久前，村里救回来一个。待他康复后，他依依不舍，希望以后还能回来看看我们。没成想内斯是知道了我。对了，村长的养女阿莲也被抓去了，一定被他。你们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把。
二位相救，我叫安莲，有个不情啊，我们途经黄仙村而来，已经知晓了情况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送你回村子。老实交代吧，你到底帮他们做什么的？请诸位相信我，你们说的那位柳池，小生真的不认识。海底来，怎么那么巧，今天来我们村？小生追随一位朋友来到此处，有何巧合，小生实在不知啊。陈公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夏侯姑娘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解释一下。姑娘，此他是我的朋友。你不是进京赶考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与姑娘分别后，小生便觉了无生趣，对明州城更是查无线索。科考虽重要，哪怕金榜题名，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，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？小生当即折返，一路打听追随至此。姑娘虽然本领高强，但孤身在外难免犯险。你手无缚鸡之力，几个小妖便把你吓得魂不附体，又能帮上我什么呢？我马上要去山谷深处，那里恶妖众多，险境中尚且自顾不暇，你还我？你待在村子里，待我回来后带你离开此处。阿莲，柳池那小子呢？他说去救你们，果然是骗人的。他刚才趁守卫没发现时偷偷见过我，说他在想办法。他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，你还信他？他说他会自证清白，看似不像撒谎。他上次也是一副很诚恳的样子，你还上当？夏侯姑娘，现在我们全村上下……还请诸位耐心。夏侯姑娘，千万小心。
妹姑娘怎会来到此处啊？你可是柳池？啊，正是。敢问姑娘是？你为何对黄仙村恩将仇报，勾结妖魔回来抢夺宝物？哎呀，误会啊，我也是被妖魔所骗，不知竟会变成这样。你老实交代清楚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我便将……请听我说。前几日有几位行商来我乡里打听黄仙村，说是有亲人大病要来求医。虽然黄仙村人叮嘱过我不可告诉外人，但见他们求医心切，我实在于心不忍啊。谁知我刚带他们穿过迷障，他们就变了模样，竟然全是妖怪啊。我心听来不似说谎，或是这小子真的。你知道他们把村长带去哪里了吗？他们逼问村长天元石的所在，村长便带他们去了山谷深处的洞穴。说来也怪，方才听妖怪们在林子里四处搜索村长，似乎村长已经逃脱，却没有回村子。我暂且信你的话，接下来交给我，别来添乱。若我发现你所言不实，姑娘放心，我绝无半句谎言。黄皮仙，大家都称呼我莫老。此山谷中有大妖作乱，终于见到您了，晚辈夏侯雪，这是我哥夏侯晴，来此正是为了找您。夏侯，你俩半人半狐？是。晚辈满村舅舅嘱咐来此，有事相求于前辈。哈哈哈哈，原来你们是白雪的孩子。白晨那小子在哪儿？让他来给老夫。舅舅并未到此啊，前辈认得我们娘亲？怎么不认得？他们姐弟俩都跟老夫学过法术。哎，想不到弹指之间，眼下老夫自身难保，白晨那小子没来，恐怕不好办呐。你不可，前辈有难，我们晚辈出手相助乃分内之事。况且哥哥身中剧毒，肉身全靠舅舅的法力维持，来此是为求前辈救命。难怪你只有元神到此，既然如此，恐怕你们……那魔头当真如此厉害？说来惭愧呀，老夫虽然会点治病救人的法术。他现在何处？为何前辈也只以元神示人？老夫将他骗至深谷洞穴内，用结界困住了他，正欲逃走，却也被他用法术困住了。他的爪牙四处找我，刚刚天元石已被找到。
结界已破，那天元石可强夺元神，现已。Thank you.
这位书生是你们的朋友吗？是，敢问前辈，现在还有救他的办法吗？元神出窍后，肉身若无法力维持，不久便会如尸体般腐坏。前辈可有办法？天元石内有乾坤，封印了上古凶兽混沌。血魔就是想利用元神供养天元石内的混沌，来从石头内得到自己修炼所需。混沌为何？此物凶悍异常，且狡黠难防，无形无相，却可窥悉他人。若想解救那书生，需斩灭混沌，天元界的封印会失效重组，你那书生已被他吃了也说不定。如此这般，你可愿意犯险？如此更加刻不容缓。哥，我要去救他。他如今有恩于我们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不错，白晨教育得很好。小生终究没帮上忙，不过姑娘莫急，小生正在想办法。傻瓜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没武功还逞英雄，念奴。原来姑娘没事，小生虽没武功，但大丈夫言行合一，说要助姑娘，自对不起，之前在村里对你说了气话。不碍事，小生明白姑娘所思所想，也请姑娘不要介怀。别叫我姑娘了，叫我阿雪吧。走。好，阿雪。Come on.
眼疾，死无因为凶杀混沌。驱散他，我们出去。你慢点，阿奇。放开阿奇！你们半人半妖，于世间人类和妖魔所不容，离了你都是威武的地位，要多加小心。阿雪，你醒了。已经没什么大碍，过两天就能痊愈了。多谢前辈。阿雪，事情莫老都和我说了，我想随你们一同去明州城。好，那便一起去。哈哈哈哈，过几日咱们便出发。众人回到明州，莫老将夏侯情解毒，夏侯情康复后仍执意寻找成为全妖的方法，离开了明州城，而夏侯雪则出现在了一本游记中，书中以一名书生的角度讲述自己与他相伴而行云游四海的故事。